不行了。这咋没声呢？我聋了吗？啊？声音呢？啊，有了。记住啊，一旦有耗子，兄弟们，千万不要让耗子把这个蓝 buff 给烫了啊！一定要注意细节。这个皮肤，赛吧，这皮肤，三狼不打，直接打红，快速升三，往上路走，上路指定拼的特别狠啊，或者是往下走也行。往左边拉。赶紧往上走，来，2分30秒，不是智能施法，确实有点烦。王八打野指定很慢的，我们可以去反他一波野。这小王八是上路开的吗？没事，他俩杀不了这武器，应该。牛皮！我是神龙的意志，不朽的意志。在这挡一手这王八啊！呀！没打，没事，我应该死不了。闪了吧这！哎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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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怎么？哎呀，哎呀！这石头营加强了，哎呀！不会再有恶人亵渎神龙，我立誓于此。这有点难受了啊、哦，这有点难受了。哎呀，本来我这波是极限逃生，这石头营有点厉害啊、哦，有点厉害的石头营。你没事，我们把红拿回来。赶看不到的话，我们还是去回头打打蛤蟆去吧。马上到，别着急。来啦，直接上。
哎，一下回血，还行，双杀这波不错。凹的确实是行哈、啊，本来这波双杀的，给我放跑一个。放置骑兵了，哎，五点就行。双拳为你而战，下回比赛。对对，下路赶快一波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我上来，给个盾，给个人头，把龙打了，怎么人头这么少呢？靠红城，哎呀，雷人杀耗子，对，杀耗子，别急别急别急啊，这波可以打，这发条技能，哎呀，我他妈 Q 也空了，他俩不放技能你知道，我没法上，我没有办法上，那齐亚娜不放技能，把红打了的。传送啊，你没有传送，你让我，你让我上来干啥？我不看戏没办法呀，我上去送死啊。你没看见那个齐亚娜他放完 W 不放 Q 吗？你没有发现吗？那你肯定没发现，你要发现你还能问我这句话吗？还是我 OB， 这波不 OB 踢上去就死。还是下路好抓，往下走。那个发条技能撇的准一点，是可以杀的。哎呦，王八在里边，本来我觉得我是一波极限逃生，没有想到居然死了。在敖星的注视下，我一发，小王八行啊，好疼哦，这卢仙打人呢、啊、
没中就算了。杀这个，杀 AD， 杀 AD， 我不能先上啊，中 Q。 这武器下来干啥来呀？武器下来这就没必要了。哟呵，没有查克拉了，我本来想踢他回去，你知道，我本来想上去把他踢飞，他正好过来了，正好的大招我撞上去了。哎呀，头痛。我马上到，坚持住，小王八。你咋的呀，你咋的呀，给我杀他呀。怕啥呀，这呀，把这打了。来中路守塔，可以打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！你上去打他！没事，我死死吧。这波应该是全杀了。问题不大。打小龙。我对得起这皮肤吗？我干啥对不起这皮肤啊？我这拿着皮肤咋的了？没毛病啊，咱玩的有啥毛病吗？帮你把上路塔给拆了。你要干啥呀？你又没有传送。行，我们拆中也行。
这波要出事儿啊！走。不上了吧，我上去也没用，我给他踹回来也没啥用，踹回来那王八也死不了，挺肉的。没事，让他上来，来来来，锤石勾一个，几换几呀，这是还行。我们也不算亏，可以接受。双手迸发着霹雳，每一拳都降下雷霆。这什么呀？这是。右边有齐亚娜呀！你给我球，这是想让我往上踢呀？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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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来。少个人啊，这我去上楼帮你把这落手杀了。我的招式快如闪电，小龙，神龙卡内心的风暴，他的力量激发了我的潜能。要个小龙啊！来来来来，小龙。打完了就算了。我也不敢上啊，这旁边没人，不行不行不行。不能上，这王八把花条单杀了，我操！哦。一换四，一换五，哎，这怎么能打了个一换五呢？不应该呀。看看大龙。最后一泻千里。
好，没声音了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没开麦，一天掉两次了，不知道要干啥。明年五月份到期了，我就给他换了，我不用这网通了，受不了，脑袋疼。完事我还买了两个巨石短臂，哎，赶紧来个木印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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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不能去，这王八来了我们就输了，兄弟们，买个眼儿的。大家换个线路就好，不是换个线路的问题。哎，这根本没法玩，你知道吧？我不知道到底今天怎么回事，这个网它一直断，一直断，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就一直断，太恶心人了。不行了，不打了吧？这排位，我们下会儿骑去吧，省着咱再坑队友。长得像我是个演员似的，你的。哎，真受不了，我的天哪！我投诉也没用，没有用，你这他网不好，那这投诉能有啥用？还整个逃跑，哎呀，头痛啊，头痛啊，头痛啊！